你可以自定 Pixel 手机主画面，快速存取常用的应用程式及小工具。如要将应用程式新增至主画面，请向上滑动以查看所有应用程式，按住应用程式，将其拖曳至主画面，然后放开。如要将应用程式归类至资料夹中，请按住应用程式。如要建立资料夹，请将应用程式拖曳至其他应用程式上方。你可以保留建议的资料夹名称。如要重新命名，请依序清楚资料夹及其名称，然后输入新的名称。如要将应用程式从资料夹或主画面中移除，请按住应用程式并向上拖曳。如要彻底解除安装应用程式，请将应用程式拖曳至解除安装，然后放开。如果是想将应用程式从主画面中移除，请将应用程式拖曳至移除，然后放开。你还是可以向上滑动，在应用程式清单中找到该应用程式。如要在手机主画面中新增小工具，请按住主画面并清除小工具。卷动画面，找到你想要新增的小工具，轻触即可查看选项。按住小工具，拖曳至主画面，然后放开。拖曳原点即可调整小工具的大小。注意，在较大的萤幕中，如 Pixel Fold 或 Pixel Tablet， 小工具的实际显示样式可能会不同。